紧接着是12号选手洪彩婷小姐，她今年只有20出头哦，是很年轻的哦。她是来自台中清水区，她要唱的歌曲是最近非常红的，从去年红到现在还在红的《粉红超跑》。现在是大学生，对，所以为什么会想到要来参加比赛？因为白沙屯妈祖让我很多感触，就是因为有一年我答应白沙屯妈祖说，就是他要从北港回来进香回来的时候，我就陪他一起，就是从沙路走回我们家清水那边。对。那有后来真的妈祖有去找你吗？还是你去找妈祖？真的是妈祖有到沙路，然后我就跟他一起走回到清水了。哦，那是你的第一次，所以你觉得那时候你感觉到白沙屯妈祖在进香的时候给你的感觉是什么？很慈悲，很有，就是真的是神明给我的一种力量。那今天就是选择粉红超跑，是因为你那时候是跟着妈祖进香，看着妈祖的粉红超跑这个神教呢，还是说你觉得这一首歌对你来讲是最容易表达跟发挥的？最容易表达出妈祖对大家所有信徒们，或者是像一些比较有感兴趣的人去相信白沙屯妈祖的粉红超跑。所以他其实讲到一个重点，因为白沙屯妈祖的那个神教呢，就是白沙屯妈祖进香是由妈祖来带路，来妈祖来决定我们应该要在哪里休息啊，我们要哪里停教住驾。所以呢，其实神教这个粉红超跑这个讲的就是我们的神教嘛，这个对我们来讲真的是非常的重要。那今天呢，就是对于我们呢非常期待，因为我早上就看到你一直好像在练习，对不对？对，练习从早上练习到现在，就是你有没有十足的把握？没有到十足，但是有把握。有把握，好，赶快来看看你的表现哦。这句话很有学问，他没有十足，但是有把握。因为只要六组就可以了，对不对？对对对。好，准备好了吗？好了。驾照有拿到吗？跟着粉红超跑是有驾照的哦。有的哦。有。好，各位，我们看到这位小姑娘，她的粉红超跑怎么样？掌声鼓励鼓励。打造世间所有的悲伤，迎向白沙屯妈祖。缘在相逢，粉红色跑车面对日风，心中抱着
前进，就心坚强，带走世间所有的悲伤，迎向白沙屯妈祖。坚定的理想，冲冲向前冲，对幸福的愿望，冲冲向前冲，对幸福的力量。人生路上破风浪，会炼金就心坚强，带走世间所有的